找开一个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以后，他会把这两个房子关住。就之前这两，就是这两个嘛，之前也是绿色的，就是这个黑色，还有这个闸板房和切断房都是绿色的。现在清洗模式以后，他会把它关住。然后你看他，这个刚才已经清洗完了。接下来会。对，然后接下来他进入这一步，镀膜准备。镀膜准备，然后如果条件达到，它很快就会进入这现在镀膜过程。镀膜过程现在是镀了一号嘛，然后一号就按咱刚才设了50瓦，然后是功率模式，然后10秒，就是清洗10秒，然后高度是20。你看它现在高度正在往下降，正在往下降，这已经到20了，是吧？然后温度的话这个不管，然后。就是镀膜时间是这俩都行，以一个为准。现在这个 DC 已经打开了，现在开始镀了。应该可以看见。然后它是以这个10i或者是60秒为准。如果是10i先到的话，就是以10i；如果是这个时间先到，就是。应该是现在对，十来到了，然后就是它就停了，然后下面就是第二个二号吧，按照之前设的这些参数，就是自己设是吧？对，这是刚才就是在这个配置里面在设。然后接下来会去下一步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到二号了，就是刚才在一号嘛，现在在二号，然后咱设的是1、2、3、4这样下来。现在应该到快到三号了现在该三号了。你看刚才二号嘛，对。接着让他看一下简单流程就行了。行。三号已经到三号了吧？三号的话，他首先要清洗一会儿。还得清洗。因为他是射频，他不清洗的话，他不容易起灰。他先清洗个20秒。现在三号打开了。你看这个是50，现在是没匹配上，因为咱设的是50瓦嘛，它匹配上以后，它就这儿等这儿变成零，然后就匹配上。这儿零啊。应该已经打开了。现在已经起灰了，三号吧。现在换四号吧。对。
然后他这个是挡板嘛，样品台挡板打开以后就是正式开始镀。嗯。他在样品台挡板打开以后，他会把这个清洗板的那个模块给它清掉，哦，就重新计时，哦，重新计模块。现在就是十埃到了，然后他就开始进入这个到四号了。嗯，按四号按这些咱设的参数开始弄。它也是，就是射频的话，它有个清洗靶的过程，嗯，就是先清洗靶，然后开个大流量让它起回来以后，再按咱设的那个参数镀膜。嗯，啊，它跟这个直流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。啊，嗯，现在已经打开了，它已经现在开始清洗了，现在已经开始清洗靶。清洗完它会打开这个样品台这个挡板，清洗是10秒钟。现在打开了，然后开始正常动模。这个四号结束以后，它就这个整个流程就结束了。然后呢？咱这个配置的话，它可以设一个靶，也可以设多个靶，比如说让它再设一遍，就是1234 1234这样走，根据客户的需要吧。咱试过50步都可以。它射频的话会慢一些，应该是时间先到，射频慢嘛，它这个模块就比较慢。这个到60以后它就会停了。你说对，这就结束了。结束点以后，它会进入这一步，这一步然后会就是放弃了，这样，就是说整个流程就结束了。就是。这个到多长时间？现在开始放弃了。对，它会。现在就是放弃了。好好。整个流程都结束。好的。